看看新闻网。2013年9月，林依晨远赴英国伦敦进修学习。就在这段时间，她和在美国经营家族产业的林于超擦出了火花，二人感情迅速升温。不久，更是传出好消息，林依晨答应了男友求婚。在英国求学的话，林先生是不是经常陪着你呢？哦，你说我爸妈没有，他还没来。另外我弟妈没有，他忙着看店。明知道媒体意图，小妮子就是装糊涂，显然是在和各路记者斗智斗勇啊。最后就有性子急的记者来了一个直截了当。其实最近在台北就很多记者问你就是婚事的事情，那到底有没有这个计划呢？真的让我念完书再说吧。就是婚期是在毕业之后念完书再说吧。